既然你敢甲顾明伦做骗我钱，应该有心理准备，我随时来找你讨钱。金凯，一定要了解。准备攻击。许千妹，我听你讲你有心，你是白话。这一集红明高高傲，一红明高落下，一家李万轩的话，你若是搁乌白讲，后果你家己负责哦。你家己袂见识，卖甲人了头落水。这敢是慈善募款餐会？这根本是斗火大会。我确定吴全胜独家一弟弟家，你敢上钓鱼？我已经上家安尼啊，搁还让你怀疑？到底是不是我的小弟？阿三，我爱你，甚至我要吃骗子塞药，怎么样听我？跟我进病房。你去健康诊所，将王春桃的病历资料提交。王春桃出代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到现场的时阵，伊就已经转过来。吴全胜，你想要走一趟？我心内在知，是你害死王春桃的，因为我踮在现场发现到你。你搞正一点，你去搞，莫害死掉吧。你